今天来逛莱斯特叔叔家。这是莱斯特叔叔家吗？咱们进去看看。还有闭路电视哦。他家什么时候变这么高档呢？他居然在练肌肉耶。他怎么一直在偷看后面的辣妹？怪怪的哦。那个小姐姐居然在做瑜伽，好厉害哦。那个人在自嗨耶，他到底在干什么？等一下，我要破音了哦。不要在小朋友面前这样子，不太好吧？心机独立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水会变颜色。还有什么东东？好多水果。有没有糖糖？我要吃糖糖。我的手拿不到。我太矮了。看到了，这是什么？好多糖糖，这是通往地下室的。是卧室吗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浴室。好多衣服。有那么多东西不分给我。等一下。这是什么？是吧。鼻孔进水了。Oh my god。等一下。我怎么出去？那个SPA好猛哦。这是哪里 ？Oh my god！ 老师都是变态叔叔吧？等等，这个妹妹在干什么？她发现我了，赶快躲起来！是个漂亮的小姐姐，她居然挥手叫我走开哦！我太难过了。这可以过去吗？好漂亮的小屁屁！跟我的一样哦，被他偷看，我在偷看他的。这个角度好哦。他在膜拜谁啊？膜拜我吗？我在这里啊，来膜拜一下。Hello， 火锅。Hello。这还可以看到外面，怎么搞的？神奇哟！爬上来了。我穿过它了，这是可以过去吗？玻璃破了，糟糕！我要躲起来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会有枪枪跟钱？小朋友不宜哟。打到他，给他小屁屁，看什么看？打你小屁屁！我看辣妹，打你小屁屁！不要这样哦，不要这样看着我哦！不会跑走是不是？看到小孩子、小屁孩不会跑哟！来啊，很厉害是不是？他居然还是待在那边，这里是可以打他吗？可爱的小姐姐跟我回家了。人呢？晕倒了他。
晕倒了，了解自己。哇哦，我发现我有北斗神拳呢、啊。我什么时候讲话这么台湾狗友都不知道呢？这个角度非常的好，大姐姐，小姐姐啊，小姐姐，这个好厉害哦，我回去跟妈妈讲哦。哦，我忍不住我要去泡一下澡啊。等一下。哇，这里过不去啊，玻璃破掉。Oh my god， 这个角度好。等一下，被我吓醒了。等一下，他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不对吧？他怎么可以抓，又摸又起来闻的，这样子的啦，不行这样啦。嗯，汤啦，我要回家，告诉妈妈了啦，这样子有点母汤，我回家了啦。先这样啦，各位，影片先到这边哦，下次再见哦，拜拜。